生人的美味，无人分享。哎，你是想跟男的分享，还是女的分享啊？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大大的蟹脚会帮你抓住你想要的。ONT， 我打算让出10%给杰克，杜总也同意了。在话术上，骆总确实高人一筹啊。别阴阳怪气儿的，不习惯。别人求人嘛，低人三分。骆总可就不一样，怎么觉得不答应你，就好像觉得欠了你一样。我们也别扯那些高啊低啊的，行吗？咱们做销售的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客户满意，满足客户是吧？这句话我喜欢。好。因为这句话我定了，没有一份方案是没有短板的，而你们的方案恰恰弥补了我们的短板。那你之前那个吐血的价格把我逼到绝路的时候，怎么没有想到这一块呢？你给杜恒的一摞问题也挺狠的呀，但凡换成别人早就心烦意乱成神经病了。所以呢，就按你说的，我高你低10%，同意不同意？40%，这就是你说的低啊？你怎么不说90%呢？你要给我就拿。周瑞，你是想把事儿往崩里谈是吧？你不是说为客户着想吗？杜总什么意思？我不管别人怎么想，我的上限是10%。谁让你长那么好看？行，再低一点，30%。周瑞啊，我怎么觉得你说话都不够脑子啊？在你进来之前啊，我觉得我们合作还只是我脑子里面的一个念头。可当你活生生地坐在这儿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念头有可能会变成现实。所以你就挑战我的底线是吧？30%。你们杰科很可能就死在你今晚的固执上。哎，不过老天不想让我周瑞死，也不想让我们杰科死，我干嘛不争取最大的利益呢？你哪儿来的自信啊？哎，在技术上我很自信的啊，甚至超越了我的销售技巧。
你还记得吗？你有两次来游说我去你那儿，那不就暴露了你们的技术短板吗？哎，十二，三十。你结账啊。坚持10%，但是我一定是要30%的。你跟陈总汇报了吗？我做事的习惯是谈成了之后向他汇报。行，那我说说我在这件事上的态度。还是那句话，我特别希望南周瑞、北洛嘉在我的项目上第一次联手。甲方是上帝，谁又能拒绝上帝之手呢？你少跟我来这一套，等我们评估出份额之后你再坐下来谈。好，刘总，我等您消息。先挂了啊。什么事儿 ？ONT 这个项目，我打算拿出一部分份额跟杰克合作。我先不说你有没有这个权利，你能告诉我为什么？杜恒的坚持。这难道不是杰克背后的坚持？那我不清楚。合同签了没有？还没呢。林总，这杜总非常强势，所以看来跟杰克合作是我们唯一的选择。走，我从来不反对合作，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和杰克合作？你这是在给他们书写续命，会破坏我们的收购计划。说白了，这是在提高杰克的估值。拿下欧文蒂，这是惠康碾压杰克一家独大、开疆拓土最好的机会。可你却告诉我，这个时候你要拉他们一把。但是周瑞设计的软硬件系统，确实是比我们更能抓住欧文蒂的潜在需求。哼，杰克怎么干，我不管。杰克和 ONT 背后怎么勾结，我也不猜。我关心的是，你怎么会允许这个事情会是这样？所以林总，我们又回到了谈话的开始。趁着我们现在还有优势，拿下 ONT 这个项，分杰克一杯羹。只不过就是把我多他少的比例给他形成一种定式就完了。否则，周瑞那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你想想明年、后年呢？杜恒完全有可能被他牵着鼻子走的，到时候真就没我们惠康什么事儿了。怎么听你这么说，这个周瑞是个三头六臂、青面獠牙？竞争对手而已。行，那我退一步。既然这个周瑞这么厉害，
那就把它变成对了。我之前试过了，没用。那我也回到问题的开始。既然杜恒坚持，比例怎么分我不管，我关心的是，最终杰科他得死。慢点，慢点。哎，不好意思啊。那你们干嘛呢？咱们现在归了周瑞，他不裁员，还要进新人。可靠消息，今天要空降一位神秘人物。切，你们给谁换按摩椅呢？按公司规定，所有的办公用品都是标配的啊，凭什么有人搞特殊啊？跟你们说话呢。哎，周总，这鸡怎么弄啊？曹天佑说第二笔款他这两天付。啊，你盯好了，鸡，你随便处理啊。哎，哎呦我去！哎呦我去！快快快快快，抓着他！在那儿呢！我去妈呀！我都不管，我今天就要全给他拆了。嗯，行。你哪位啊？你哪位啊？你管我哪位？那你管我哪位？你能说人话吗？你先说。哇。哎，慢慢慢慢的，慢慢慢慢的。哎，小样。哼。我说小伙子，咱这东西能不能换个地方？怎么了，老前辈？这背冲着我不吉利。这样，一人一半，您看成吗？行了。哎呀。一大早就喝饮料呀，陈总早。周瑞，哟，师傅，这是我送给杜恒的。杜总不太好酒，他让我把你这支好酒给您送回来，不然可惜了。人老了，老觉得自己干的是正经事儿，其实别人不这么看。是吧？在我心里，您做什么事儿都是正经事儿。不管怎么样，这会儿惠康的林振威比谁都难受。嗯，我这点自尊不重要。啊，对了，我得问你，惠康的份额比谈下来了吧？讲着呢。咱们要多少，对方给多少？
我想二三十，对方只给十，不低于十五，我能堵住董事会的嘴。多了靠你努力了。我明白。你觉得杜恒怎么样？是个做事儿人，眼界很宽。对我们老一辈销售来说，酒就是神，不是举杯就是下跪。对你们这代人就不是了，下跪也没用。谁都没想到你真的把OT项目谈成了，合作成功了，咱们就喝了它。我尽力，师傅。啊，对了，给你们销售部安排个新人。陈沙子，已经是一盘散沙了，能不能捏成泥，就看你的手劲了。哎，拿走了。嗯。坐。那咱们还是老规矩，把心中的份额写在纸上。我自己的已经写好了，咱们写完了再谈。你们之前已经商量过了吗？没有。非正式场合见过一次，谈崩了。既然你们都同意20%的话，剩下的谈判时间可以准备三方合同了。从我的角度上来看，这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儿。我去拿瓶香槟，你们等我。我们计算过你们捷克的成本了，以这次的投标份额，20%你们并不亏。让我看看你的手。你说什么？我看看你的手。真是个滴水不漏的女人啊，不可爱。可不可爱轮不到你说。既然份额都已经谈定了，我估计接下来我们合作的条款应该不会这么默契吧。那你说以后我们算是队友呢还是对手？你说的是杰科和奎康还是你和我？你想多了吧。聊怎么样了？没什么问题吧？周总说我不可爱呢。那你说他什么了？我们白白让了20%的份额，周总连句感谢的话都没有，我能说什么呀？这样吧，如果合作成了，我应该感谢谁呢？感谢永远的甲方。南周瑞，北洛嘉，我坐享渔翁之利，合作愉快。宵夜来了，大家来吃宵夜吧。小云啊，你的原味蛋仔一个，榴莲班戟，丝袜奶茶，去冰，半糖，珍珠加倍。谢谢啦。你是干炒牛河粉，少盐少油，多备菜的没有了，我给你换了一个小龙虾。哎，麻辣、香辣、酸辣各一斤。嘿嘿，你不想要？哎，老雷，完了。忘了给你买了，嗨，没事儿，你这是为我好，我这岁数宵夜少吃一口是一口。哎，周总，周总，我刚给你发信息，你没回，
你想吃什么宵夜？我先给你买去。北京的工作餐比杭州的标准高啊。啊，这都是魏总定的标准。周总，这次测试我们赢了惠康，这按魏总原来的习惯，应该有奖励吧？他怎么奖励啊？上次批给我们一些钱，我们几个出去旅游了。周总，新马泰，新马泰，你晓得吧？我和魏总习惯不太一样。我们没说错话吧？大家趁热吃啊，我去解释解释。收到。周总，啊，我看大家辛苦一天了，我去买了点好的，有点超标，没事吧？没事。老规矩，超标那部分我来付，把金额给我。哦，好。每个人点餐的习惯你都记得？啊，记得住。挺厉害嘛。啊，我就是干这个的。好。哎，周总，我用不用跟大家说这顿是你请的呀？干嘛要说？换作是我，恨不得请个客全世界都知道。那是你。谢了啊！我从头开始看了咱们公司的资料。你刚来公司就让你看这些，难不难？嗯，有点难。你看这做销售的，有卖房子的，有卖鞋的。你像咱们卖的是服务器，卖程序，卖服务，但是很少有人去想这销售他到底卖的是什么。嗯，所以佳姐，咱们卖的是什么？连接。卖的是互联网的连接，是人和人的连接。你这么说我更听不懂了。其实跟你卖鞋是一个道理，最终都是博得人心。你知道为什么顶着压力要把你挖来公司吗？因为你卖鞋卖到我心坎里去了，这是很多销售到死都不懂的道理，但对你来说是天赋。佳姐，你这么说我听着都害怕。我加油。周瑞，我是林振威。哦，林总，你好。北洛嘉，南周瑞，幸会啊。林总，你们惠康这几年真是互联网销售企业的领头羊啊，这么多荣誉啊，难道有方。哎呀，干公司嘛，靠的就是合作精神，将心不捉。当然了，洛嘉做销售那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这个你应该有感受。陆总，你教过了，自惭不如。既然我做，以后谢谢，机会就多了。到时候还要请林总，还有骆总多担待啊。哎，杰克的周总来了，别管他。嗯，骆总，骆总，你定的时间啊？刘以南，戏演完了。演？什么演？
谁呀？跟我老板演呢。那还是你们家林总演得更好。周瑞，你这合同没法看。你说你是贪心不足、蛇吞象呢，还是故意想拿这些条件来恶心我的？我按照我们合作的原则做的，毕竟咱们都已经结盟了。结盟？结什么盟？谁跟你结盟？明明是我带着你玩儿。你们杰克要是嫌这20%的份额少，那你们就退出。我就是按照20%的份额做的。这拿多少钱干多少活呗。那我现在明确告诉你，我不接受。这合同里好多条件我都不接受，咱们现在就可以坐下来一条一条的过。或者，还有其他的办法？什么办法？让杜恒提高价格。怎么可能嘛！让甲方主动抬价，你见过吗？我知道不容易嘛。当然，我一个人肯定做不成嘛。行，你说我听听。首先，他们的标底肯定不是这个价格。那也高不了多少。以我对互联网企业的了解，他们每年升级的费用是逐年递增的，并且增幅很大。我们可以帮助他花掉一部分明后年的钱，当然我们提供的服务也是逐年更新的，最终客户是最大的受益者。周瑞，你之前问过我一句，你一直都这么自信吗？现在我把这句话还给你。哼。客户大部分时候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需要我们告诉他，杜恒也不例外。如果换做我是杜恒，我们两个无赖早就被拉黑了。如果我是他，遇见咱们俩，睡着了都笑醒了。但是前提是，咱们俩得一条心。其实最终，你得到的更多。比如呢？比如你做完这一单，至少立刻可以给你老板甩脸子。试试。老板是我师父，我不敢，我尊重他。哦，那我回去开始做方案了。你先回去吧，回头再说吧。骆总，我怎么感觉你在撩我呢？你想多了吧。这个组合最适合 ONT。With this storage capacity, it's gonna increase and expand all of our equipment array. And then it can support our system operations for the next 5 years. 同时还能保障上万 T 的数据备份。However, if we go with Hui Kang's quote,This is only gonna fulfill our short-term system management operations. 按照惠康的报价，只能满足哦。抱歉，周总，我英文不好，就用翻译机翻译。这叫物尽其用。It's called making the most of it. 哦，周瑞，你要的是？这个意思吗 ？Five years, okay, five years. Anyway, 周总，这个没有利润的项目不计入 KPI 考核，也就是说，
ONT 这一单没有提成，您不会不知道吧？我知道，我知道。Wait, sorry. Now, why don't you find an excuse to not do overtime like the others do? 你怎么没像他们一样找理由不加班？我没有理由。Patrick, 这个项目明摆着惠康带着我们玩嘛，不但没有利润，还可能亏，所以我必须要让 ONT 提前支付未来五年的费用。所以现在我们要分析他们明后年具体的预算是什么。所以 ，Hey, unfocus, please. Okay. 你能帮我一个忙吗？嗯。给市场部和销售部的同事打个电话，求他们回来加加班，行吗？好嘞。周总，合同好了。嗯。那去我办公室吧。好 ，Patrick， 算出来把数字发我邮箱啊。Yeah。整体一点问题都没有。嗯。但是有几个细节还是要调整一下。嗯。小董，真的，你挺厉害的。应该的。哎，等一下。法斯特这个案子我看了，但是我想听听。你的看法，来坐。ONT 和法斯特这两家公司都是做物流的，嗯，一个城市，一个农村，如果都拿下了，那咱们公司在物流业，那可就算是站稳脚跟了。嗯。周总，那 ONT 这个项目要不要跟魏总同步一下？不用了，周总。曹总的清远鸡，我特意让广东的厨子做的白切的。东哥，你也一块尝尝呗。你吃。我看这只鸡，我就想着老曹欠我的钱呢。上手吧。你不吃吗？吃。嗯，魏总。魏总。周瑞 ，ONT 的合同该签就签了吧，早签早拿定金。魏总，是这样的，我们有些诉求啊，我觉得还是得跟惠康再争取争取。嗯，这种合同从来都是甲方的制式合同，我们只有盖章的份儿。你不会看不出来，这笔买卖咱们是亏本了吧？我当然能看出来，但是现在公司需要真金白银的回款，把资金链续上。我从来没签过只盖章的合同。叶少东说的是对的，这诉求一定要提在前面嘛。魏总，你们在这儿聊啊，这只鸡好吃啊。你刚才说我们啊，什么时候变成我们的？不是，我是加诉求。你觉得你们有这资格吗？不是，我。如果方便。就打开邮箱，千万别被吓着。相比 ONT 未来五年花在技术升级上的费用来说，这个数字并不算吓人。我们要为他们做的就是提前花更少的钱，博更大的未来。杜恒一定会理解抢先占领市场份额的好处，相信我。4600万。真疯了。
小乐，不知道选哪双好了，帮我选一下吧。您要是见很重要的客户呢，就选左边那双。要是见心动小哥哥呢，就选右边那双。你有小哥哥吗？给我发几个。杜总说下午见面时间改为3点，最好准备充分点。准备永远充分不了，但我知道应该怎么谈。下午我们早10分钟在 ONT 楼下的咖啡厅先碰一下好吗？好的，我知道了。喂，师傅，马上来我办公室。现在。好。周总，陈总在财务室呢。师傅，银行刚才发催促函了，态度很强硬。师傅，今天下午我和杜恒要谈判。我有信心让他在整体的份额上再追加4600万，但远水解不了近渴呀。我已经让他们去追回款了。就那盘散沙，力度肯定不够，你要亲自去跟，必要的时候可以用一些手段。我明白，公司账面需要马上回款。清楚了。嗯，你就是这么追账的？就打电话是吧？等着老曹把钱给你送过来，我们实在不行就起诉吧，让法院去追。你知道这需要多长的周期吗？雷哥，哎，那你们俩干了什么呢？我也每天打电话了。哦，打电话。反正我爸以前追债没有打电话要来的，都是找一帮人，然后开两个面包车堵来的。土鳖。从我们这儿去法斯特多长时间？不堵车1个小时。5分钟，准备一下，跟我一起去法斯特。你们俩带好充电宝，全程录像。收到。周总，我能不能不去？你必须去。你干嘛呢？我爸说我有可能随时会被绑架。给我。干嘛？给我。要出事了，这个凶器。你随手抄起来的东西性质就不一样了，笨死！哎，周总，行了行了。王维，说说你的调查结果。曹天佑，法斯特未来科技的创始人，北方人，生于1978年，高中文凭，还担任他们县里的民营企业家协会的会长。周总，你让行政部的人去调查这些，这不合适吧？我这个人啊，现实主义者，不管啥猫，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老曹是你的客户啊，你琢磨一下怎么说吧。要么现场打款，要么就把我们的设备给我拉回来。但一会儿我有事啊，我必须得走。如果谈不拢，你们继续。为什么只追老曹啊？我们还有那么多欠款的客户呢，我觉得法斯特还不错啊。老曹欠最多，